财姓名学，预防胜于治疗。牛跟马是相害，我们每个人名字里面只要有牛相关的刑，都要注意到今年是一个大破财的危机，要注意到哪边来做预防灾难。客厅，客厅，哦，书房，书房要放，来补这个姓名流年破财的大危机。没错，在马年有些人的姓名刚好会遇到相害、相破和对冲，造成运势不顺，究竟要从何化解苦难呢？牛跟牛是相破，所以今年来说感情比较不顺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要稍微保留一下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以卧室那么放，能够破解姓名学在流年上的一个苦难。金曲歌王荒山亮老师今年再度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奖，因此我们也抢在颁奖前夕火速前往他的驻办合一录音室，希望能拉个尾盘，助他夺下歌王的宝座。究竟詹老师会出什么奇招呢？轻轻敲醒一只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你最近的运气是否一样，凄惨的美到不行。事业健康爱情跟风水都有关系，我问老师傅实在来得太晚，很高兴的。前面你看到这个 MV 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又硬硬又尖尖的地方，硬硬又尖尖，那个哎，两位哦，这个音乐公司好不好？火箭吧，对对对，原来是这个哦，对，头也蛮尖的。今天来录制这个 MV 都非常的开心，大家也看到我们有多么的用心。我们公司终于有主题曲了，三年了。我们制作费真的是哦，有限增高，你知道，因为真的增高，因为我们今天找到这个制作来帮我们，真的，你好看一下，作词作曲编排，金曲歌王，哇，是他应该不会想要认啊，然后他就是整个在帮我们编排，我们三个人运筹帷幄，对啊，你看多好，我们请到他，而且其实此时此刻啊，其实大家可能也很关心金曲奖哦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他的啦，一定是他的啦。哎，好，他的音乐呢，一定是受到大家的这个赞赏，所以才会入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入围呢，今天接下来此刻哦，那十点我们开始为什么要来？就是有危机才来呀。哎，如果说顺理成章会得到的话，那就不用来了。我们就是要反败为胜。因为他年年都没有在败啊，然后也都在得奖。我懂啊，因为他去年得了，今年不见得会得，所以整个来说气势是好煞风景哦。我刚刚录过别的节目，他竟然抽一个哭诉啊，他整个心已经。荡到个谷底，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彻底的帮他加持一下。因为其实我们录影的这时候呢是还提早的，所以赶快给他改一改就对了。对，你说对了。加强好运，连中一直不断的得奖。记得金钟奖，要不要金曲奖看一看？要转过来看一下。对，两边看，动两边看。来欢迎金曲歌王荒山亮老师，是金曲制作人，真的歌手而已。先为难你了，帮我们这个筹备这个 MV 呢？不会，我们就是着收一点水电费而已。其他的我都不认，好不好？这个唱歌最主要是欢乐气氛啊，跟我们这个节目要带给人家感觉。哦，现在说我们刚才有点触鼻了，你这是啊，我们节目也充满趣味性，会不会紧张啊？本来不紧张，詹老师被搞得好像对，被他搞了抽到那张哭诉以后呢，哦，我就开始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比你紧张，对，是吗？这就是箭在弦上，对，不得不发。所以我们詹老师。
接下来10点多就一定要搬到你的那个对那个，所以我们今天赌的是我们詹老师的身家了，对好不好对啊，因为他准不准看两项至少要来一项，因为立刻嘛转过去哎，没准他就要上了，对啊，下一集可能就我知道进进出出，他很紧张嘛，对对，所以詹老师你是比我还紧张，我看很开啦，其实我觉得。刚小珍讲的这个入围呢，就是肯定嘛，对不对？表示我们很多人认同我们啊。那这音乐的路上，我们大家是很长长远远的。那为什么你人中在冒汗呢？有这么热？没有，自己还是要有一个讲法，还找台阶了。对对对，找台阶领奖 ，OK， 好不好？这所有的好棒的音乐都是从这里创作出来的，所以一定要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水。没错，那要从哪里看起？风水讲究就是门主灶，嗯，这就是进来的大门。对，门前尽量要车朝人朝钱朝，对，朱雀要明亮，对，明明是那个叫的意思，个明亮要响亮的意思。其实我要先讲一下哦，你要懂风水了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一个毛坯屋，所以它所有的隔间呢，什么通是没有的。对，那其实我也没有找老师来看，我也没有找设计师，这所有地方都是我画出来的。所以说今天这样都是我画的，都是你说不管造的，对对对，所以说自己业绩还是第一次对，请老师来帮忙看一看这个整个设计到底。老师，你刚刚说门口要明亮哦，刚刚走进来就担心一下，这个有人造的太阳，还有人造的前景，看一下，不要担心哈。哎，老师，你看错边了。要按一下，然后呢？对呀。有没有来帮忙按一下？哦，有哦，人潮人潮哦，人潮很多。来，边边看，右边来看这个。有没有老师，你有看到我看不到的吗？我是不是不要看到人潮？还是老师你看到人潮汹涌？我的意思说，人潮稍显不足，是是，但我们可以，非常不足吧？但是我们可以制造。制造自己在那边造的，没有，因为我特别挑这个地方，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哈，其实不太需要过路客，真的，所以我就特别找了一个比较隐秘一点的地方，那大家工作也比较安静，而且因为来都是就是一些对都是预约的歌手的，对，所以我外面连招牌我们看的观众。不单单都只是做音乐的啊，对一般这个有这个创作工作室的，门前有这种状况的话，第一三盏灯打上去，三阳开泰，对你不一定能做，但尽量做。第二个前面放五颗浮木，叫五福临门。浮木，浮木，浮气那个浮在水上的那个木，那还要先造一个人工泳池。浮气的浮木，浮木，三阳开泰，五福临门，是再摆清明上河图或山水画，水往里面流。其次有没有？如果风水结合流年，再结合姓名学，在目前命理节目里面我是首创的，好不好？刚刚有吓一跳，耿哥踹一跳，还杀了魂回来的意思呢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是有这个姓名学。好，好的名字也会遇到不好的流年，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战战兢兢、小心翼翼。OK， 今天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一下，荒山亮是本名吗？啊，不是，对。所以老师，那他应该是要以荒山亮艺名来看，还是？艺名代表他出外的运势，他的本名代表家里互通关系，当然要以荒山亮来看。对，今年是马年，马是不是带一个草？对，马有草可以吃。草泥马，马就马年，为什么要那么贼？今年是马年，对，因为我的思绪会错乱，因为我要顾左思右，左右逢源，所以草泥马。比如这里去草被马吃了，是这样吗？马年，那荒的马有草吃，对，但带一个荒，带个死亡的亡，所以必须要转败为胜。对，那山代表高高的意思，哦，马喜欢平平的，整个看起来它目前状况是。蛮需要我们去帮他做一个调整的。哦 ，OK， 上次我们刚上节目，他也出了个枯木，所以说一定要马上来再救他。所以即使这名字再怎么好，遇到流年如果不得的话，他有可能会走比较不好的运，就对对对，这个亮只有说今年炒饭生活比较顺利而已。亮代表出头，亮代表马会出头，有头窝，有带宝盖是好的。但他要的不是这个，他要的是功成名就的意思。当然了，所以今年有出外运势的名字。好，来关起来。子，所有名字里面带子的，都今年容易出外，有车祸、罚单、争执、口舌是非、吵架，或包括罚单，或包括很多。罚单讲过了，罚单过了，留住一点哦。两个人在各自一点好不好？有相关的类似的这个字有没有哈？来看一下。化解方法是。
我们先把这些字找出来，才知道大家相关的。观众朋友，赶快对一下，好来。哦，哎，你们可以创造更多的字。哦，所以有子啦、孙啦、梦啦、仔仔。对，仔仔。啊，子啦，什么哈？孝顺的孝。孝。梦，这些都是今年容易有外出，真的会印证血光、罚单之类的事情。再过来就是看一下化解的话，就是看从风水角度，从不好的流年姓名来了解哪边出状况，再用这个来做化解。哦，阳台门前盆栽花卉，因为它是远行外出不利，所以在客厅门前、阳台门前是帮自己改运开运做一个好的卦象的一个提升。那么就因为这样的卦象改变了，使你姓名不好的卦象来做调整。那如果他没有像他在工作场合，他没有前阳台的话，对，他可以放门口，就是以还是以大客厅门口为主，有的客厅门口比较暗。种的盆栽不容易生存，那么就以阳台为考量，那么最好双管齐下。可以打，反正阳台门前就是尽量种花，到那个盆栽放漂亮一点。对。荒山亮老师想要得奖，可以在门口挂清明上河图，以热闹的市集提升人气。而门口过于阴暗，最好打三盏灯，或是摆五棵浮木，才有利于前途事业。而在马年，姓名跟子相关的人，出外一遭逢不幸，像是血光、罚单，样样来。最好在阳台或是门口种植盆栽，以化解灾厄哦。好，那这个是人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啊，那每个工作室也好，办公室啊，公司行号一定有他的名字。对对，那通常都会在一进门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大 logo 啊，因为代表一个公司的门面。那什么要注意的呢？logo 我们做过精致招牌，把我们的招牌打得很响亮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一件事情。对，今天精致招牌确实是金光闪闪，有没有漂亮啊？然后这个字又厚，对，又肥，又粗，又有力量。如果这种 logo 摆在我们的这个店工作室公司的正前方，是非常的。闪亮闪亮闪亮，一定能够声名远播。加上光线一打上去，所谓的三阳开泰，或是我们说的这个日正当中来做一个提升，非常加分。哎，谢谢老师。看之所以这么受欢迎，因为它真的很闪亮，像霓虹灯。哎，它那种很耀眼，印象很深刻。即使我现在不能买槟榔，但是我的回忆中就有一个闪亮闪亮。印象深刻应该是他们的衣服吧？也有卖点亮点亮点。有没有听过亮点？所以这是好的。亮老师，你知道要穿什么了吗？尽量穿露一点。可是有的人办公室他们就是走比较低调路线啊，进来就是走一种很朴实。他可能他像这个音乐教室，他可以是这种金属的风味。那有的行业不适合放金属的。我听懂的意思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字的招牌一定要厚、要亮、要有力量，光线要打上去。那低调代表这个人无法，这公司无法扬名立万。无法打响知名度，那干脆我觉得还是做黑的好了。做黑的，有的黑的，哎，有的做黑的啊，画卡片的，有的黑的根本没有招牌啊，也无从抓起，也没有地址啊，要报警报不了警，也没有地址啊。那里面已经有灯了，有对对对对，画面啊，后面有打，是很漂亮，很有创意。这我自己画的，对，所以你自己画的，对，我自己画的。你说这一个 logo 还是这整？没有没有，这个 logo， 那这是我朋友来画，这个是用油漆笔画的，对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在当然得意的同时，有没有？是是。从你的眉毛跟眼神看到某种程度的忧郁吗？忧郁。你有看到看绿？你身为一个老板，其实你的员工原才华很好，对。但因为这样才华好，就在你头上大便了。好。员工大胆放肆，竟和风水有关系。马年破财姓名学，预防胜于治疗。牛跟马是相害，我们每个人名字里面只要有牛相关的刑，都要注意到今年是一个大破财的危机，要注意到哪边来做预防灾难。客厅，书房要放，来补这个姓名流年破财的大危机。身为一个老板，其实你的员工
原才华很好，对，但因为这样才华好，就在你头上大便，你要注意。啊，很好啊，这个意思，这个话的意思，在我头上拉屎啊，就说员工很有才华，对我员工都很有才华，那你必须听他们，你看看你后面那个柱子。我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柱子的工作室或住家，大根呐，你看这个，所以是两边都刻一个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跟你解释一下哈，是是是，柱大于梁，奴妻主小半上，柱代表员工在撑，啊，梁代表老板那个当头棒喝，所以这个时常会因为哦，员工的气势很大，啊，员工太强，老板变得没有脾气，看没有，你会发现他两个大柱子，但没有梁，对对，所以柱子是员工的意思，就是代表晚辈的意思，哦，会造成奴妻主小犯上的，就是你的办公室比较小，嗯，他们办公室比较大也有可能，嗯，或你坐前面，哦。员工坐后面，被他们骑到头上来。对，哎，这怎么可以？是真的很好相处的感觉。我是没什么脾气啦。对对对。那有他们会这样子吗？就有点，这个欺负老板这样，还是觉得老板脾气好，所以就差点讲了半下。没有，因为我是很尊重大家。其实我们大家一起都跟兄弟姐妹一样，兄弟姐妹一样。对，我不太会骂人的。那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脱虚一点呐？即使你没发脾气，但你在心里还是默默在骂人啊。当然是有啊，可是我会用别的方式跟大家沟通。写 email， 为什么？那我听说他们整个就是已经要录音了，然后整个迟到，然后你也不发脾气，还打电话说，哎，可以来了。对，没有，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就是传 line 给他们嘛，对，问说有谁有空来上班的这样。有空来上班？谁有空来上班？还没有空打卡嘞。我记得他迟到，你说对不起，是我找到的。前两天啊，已经下午四点了，我就一个一个问说有没有人要来上班。下午四点还没人上班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五点开 Monico， 因为我们工作时间比较没有固定，有的时候大家特殊行业啦。对，因为做音乐做到天亮，然后我也希望他们睡饱，就比较属于责任制。对，但是因为第二天如果还有别的工作的时候，就是礼貌性的对请他们。真的这样，就是老板脾气太好，真的就这样。你看他工作常常去上班的时候，发现怎么诊所门还没开，然后他叫员工起床说：“哎，起来开门哦。”怎么医生最早到上班这样哎？因为以前李健还是会这样。对，就有时候太好了。然后一骂就是一想要凶一下，然后女员工开始哭，他就说：“对不起，好，是我找到了。”好，算了算了。对啊。所以这种情况，老师是都要把柱子弄小。其实我的工作室也有这几个柱子，我个人。都用古色古香的镜子，把它框起来。哦，那有为，所以从此我就骑到他头上，骑到头上去了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所以从此以后你就一直在真人吗？没有没有，从此以后就不又换了就。所以说这个破解的方式是用镜子，是？对，之前真的没有用哈，哇，那脾气不好，耍脾气一大堆意见的，对，最后把它安上去之后，哎。稍微互相尊重一点，不是，所以这个现象要终止，都要装镜子。那这个三面镜子可以装，一个大原则，其中选一面就可以了。哦，但这面镜子主要是把这个实柱改成虚柱，有没有？这是柱子嘛，哈。对。第二个，它的镜子不要照到门，不要照门，不要照到椅背，不要照到我们说的厕所，那它可以装这一面，可是也是照得到隔壁那个柱子的。对，那么这两个柱子的话，我们各择一。像那一面就会照到他的门，工作室的门就不要，就变成门对门。在这边，这个柱子就照这一面，然后这个柱子有没有？对，如果照两面镜子的话，不行，就会形成一个噪音，是吧？那么装上去之后变成员工不迟到，但是却卡音，但来的都是鬼，都是鬼，都是鬼啊！员工没上班，突然卡会掉这样子。这卡音，员工都中邪了，都中邪了哈。所以那一面就放在这边，那这一面的前面就没有任何的阻碍。而且你这里放镜子的话，很好的好处，走道变得更开阔。这也进两用，一箭双雕。哦，一石二鸟。好，那可以。预算不够，跟兄弟讲一下。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啊，看有没有玻璃行要赞助，好不好？哦，一定要的哈。玻璃 OK， 玻璃 OK 啦。老师跟你那么交情。对呀。所以老师，我们这个镜子是从
一直到底吗？理论上这是100分，嗯，如果你做60%就60分，那尽量越大越好，以21公分的倍数作为长宽的选择。21公分，对，的倍数，倍数。不管是家里或是公司，有住大于量，员工和小孩都容易骑到你的头上，最好悬挂镜子化解，但切记镜子不宜照门、照椅背以及对照哦。哎，算是你平常在就是休息的课，对，这算是一个比较大家休闲的空间，应该算是接待室吧。我们通常会在这边大家休息，然后吃东西，然后讨论一些事情，这样讨论一些就是说他们找到的问题。没有啦，就是说我们有什么音乐上大家要讨论啊，对，然后我们这边你看这边到处都有板子嘛，那就是会边讨论边写边画这样。这是后面是什么？这个是线帘啊，这个线帘后面呢？就是窗户玻璃，对，雾面玻璃，就是外面的走道，对。怎么了？其实你问现在非常浅显易懂的问题，这是什么线帘啊？不然，对啊，那后面的玻璃啊，不然嘞，没有，只是想点出后面无靠的这件事情。对，是啊，因为就是在走道，对，风水里面主座位的背后不要有走道或门或窗，嗯，那它的主座位的背后几乎就是一个落地窗，对，那还好它贴了雾面玻璃，嗯，那么它背后有人来人往不会受到惊吓，嗯，可以，也就是说坐在这边平常能够坐得久，嗯，但不代表有靠山，嗯，所以你以后跟别人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位置最好。OK， 所以他刚一进来就先抢，一定哦，这样子是，好，否则我这个到时候力量会弱一点，会那谈价钱的时候我就坐那边，对，一定了解，那这样子可以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，老师麻烦一下，对，你坐到我的位置，你要坐这边跟老师签约了耶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发唱片吗？我随时发都可以，没有关系，是有没有人买而已，是价钱的问题。其实老师坐那个位置应该就是会比较讲会有力量，但不至于头脑不清楚，还是要。告诉大家，如果今年这个名字破产，刚姐妹啊，辛苦太多，不知道会不会？哎呦，牛，大牛哥，牛，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牛跟这个马年，牛跟马是相害，修害，所以我们字里行间，我们每个的名字里面只要有牛相关的刑，都要注意到今年是一个大破财的危机。有的投资股票，有的借钱有借无还，有的买东西或是破财，这些都必须要做个预警。我们先了解哪些是字有相关的，我们来举一反三。好啊。然后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，来，像这个纽约的牛，嗯，也算是牛。丑牛哦，丑是牛啊？哪里？丑是牛啊？只是丑寅卯的丑是牛啊？哦，这个丑也是，这个牛下午的午也是。嗯，这生命的生有没有？嗯，这个牛有一个牛，对不对？把这个猪两撇拿掉，对，牛也是牛。这星星的星有没有？又是一只牛。这是象，象形牛肉干。只是会议、新生、转注、假借、牛形字，嗯，相关字都千万要注意。当然，你们可能会想到更多的，也可以跟大家做建议。重点是，从风水角度有这样的姓氏的人，要注意到哪边来做预防灾难。客厅哦，书房要放聚宝盆，来补这个姓名流年破财的大危机。嗯，好哦。聚宝盆可大可小，嗯，那么一定要放上去，再放上铜板，每一天撒1块、5块、10块，日进斗金。哦，那么我每天的破财来做补运。所以就是弄一个盆，然后把钱放在里面。对，那这个盆跟这个钱先拿到庙里面的天炉过火3圈，代表神明加持。其实，在自我提醒，你每天丢个1块、5块，会告诉你自己，我的名字今年是破财的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再花钱，要这么欠账吗？我是说心灵上的这种 OS， 我们可以正常的提醒掉，丢下去，当当啊，名字破财，今年要注意。嗯，电话来了，要不要投资？不要。啊，他最大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提醒自己，好不好？哈，书房、办公桌、客厅都非常重要。那刚刚讲到说，他其实赚钱的地方在工作室嘛，对，就是你的那个录音室，有几间呢？这边有一个录音室，然后3间编曲室，这样。哦，那我们先看你的 A 工作室，你是员工住的地方就对了。对，有两个员工，怎么讲？就是两个
两间房间是员工的，然后一个是最主要录音室，然后还有一间是我在用。这就类似我们说的办公室头，有些员工有能力赚不到钱，对，有这能力不好却很努力赚到钱。嗯，从他的摆设就显示出一个卦象。好，所以先看员工，看员工的，好不好啊？好好。大家要注意啦，这可关乎你的财运。如果你的姓名有跟牛相关，例如牛、丑、扭、戌、申、猪、肝、辛，那么在马年容易破财，最好在客厅或是书房摆放聚宝盆，以达到守财的作用哦。所以就这一间嘛，对，这个就是。哇，这是你员工的。对，员工的，员工的工作室。哎，哇，这个里面就是。还摆设都还蛮多东西。嗯，可是我很好奇，因为这种是很专业的这种器材，然后它要放很多乐器什么，就跟我们一般放那个办公桌或者书桌是一样的吗？它就是一个工作桌，就类似我们书桌跟办公桌是一模一样。嗯，只是碍于它的工作性质，跟考生的读书的书桌跟办公室的办公桌外形不一样，其实它还是无法超脱。前朱雀后玄武，左青龙右白虎的一个签判，所以还是要选择最好的位置，坐在这个的。院这位的员工非常投入，而且他的成就啦，他的创作会比其他间可能会更好。你说这一间最好，非常好，这间是固定同一个，对，同一个，他做的音乐非常好，算是我们的主力啊。那是真的呀，如果你想赶他走的话，就转一下这样子啊，是吗？没有，不行，他这么好，干嘛？对，一定要把他留下来，对对。如果。我是如果啦，啊是，如果这有时候哪天看他不顺眼，是这样，有不好的员工就搞一下，像日本那样嘛，日本人就遇到那个，对，他们像生产过后的不肯走的或怠惰的员工，就给他安排一个哈，靠近门，靠近门，你这样看着门的，他现在有在鄙视生产过后，不是日本是这样子，日本不是日本会这样子，他们跟我说这个概念，就选一个很烂的位置，坐没两周就自己辞职了，自己受不了，那是间接的风水的作用。那像这种录音师，他一进来做音乐要做多久？半年。哇，那个有的时候对，我要在那关半年，有的时候好几天。都不会出门的，因为我们这里随时提供很多零食，对，让他们这个乐不思蜀，这样忘记回家，然后我们音乐才能够有好的生产。哎，我看他也是放了一个止水音乐，对啊，所以表示要提升他的气场什么。那老师像这种录音室，它就是密闭式的、啊，有怎么样可以不要那么压迫感啊？这个录音室基本上有三个财位，一二三，这么多哦。气，财气，器具，凝聚这个财气，不会散。相对的，有一好没二好，它就是比较没有光源跟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对，这边就是不会有光源，所以说我们用人造的这个空调来做调整，使它脑部的氧不要缺。其实我们这里就是一开始就是设计都是密闭式的，所以空气就很重要。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功夫在空调，然后从外面引新鲜空气进来。然后要每一个房间都要对啊，都要呼吸，对。说真的，你说开一个窗子在录音室也太难了，对啊，那就简单了哈。来，这就是老师的专业了，好不好？左青龙，好不好？这里弄个窗子，那不行啊，那窗子出去是我的房间，是你的吗？对，这没有隐私哎，老师，我效果不好，我难道不知道吗？对，有可能吗？对，有可能，对，对，我们这里不能有窗子，那怎么办？我知道啊，就是因为所以创造不可能啊。三个重点，一把这个龙边要亮，所以灯光。尽量把这面墙打亮，那你就把这个搬过去，就是要开一扇窗的意思。第二个就是我说这面墙尽量以亮色系为主。OK， 那么就我们说窗为眼，门为口，窗为眼，眼明，知道吧？眼睛要明，要亮的意思。第三个就是做一个山水画，为自己龙边开一扇窗，开一个远景，那么就是人造风水，开创无可限量的。所以挂一幅画可以。对。家里的房间没有窗户已经够闷，可别让你的运势再闷下去喽。除了开空调或抽风机之外，也可以提升房间的亮度，或挂山水画，达到开运的效果。而接下来要看另一间工作室，但此时老师却发现厉害的设计。来，请留步。来，走吧，走。请留步，好厉害，厉害哦。厉害，你这个当初你自己设计对不对？对。什么意思？他还懂点风水，你看。怎样？这是厕所。对对。没有冲到入口，哦，也没有冲到这个工作室的门，避开了，所以不会有见门见厕破财难测的危机。哦。那这样
上放是零水，有水水相争。没有，是因为没有地方放水，所以就放在这里。对，哦，好啊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的这一间录音室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好了哈。好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工作室，基本上是跟上一间差不多了。哎，怎么老师坐在里面？老师，老师你出来，老师。老师，怎么走？老师怎么走的？哎，老师，我在这里。没有，这里比较窄一点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也跑掉了。不。那我们在开始看这间之前，我们要来看，因为刚刚厕所有是也有讲到我们板子上，对，血光的部分。无可避免的血光之灾，下一个可能就是你。年姓名相破，感情破裂大危机。跟另一个是相破，就今年来说感情比较不顺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要稍微保留一下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以卧室那么放，能够破解姓名悬在流年上的一个苦难。好，这是什么姓名中带鸡姐，这个厉害了。鸡姐已经破相了。对，现在很少名字里面有鸡吧？很多啊，像那个之前那个捷运的姓，今年姓郑，郑成功的郑，也是鸡哦。它有个油，哦，这个状况会多一点，稍微长辈缘会弱一点点。姓郑，当然我这里没有任何讲郑不好，只是郑油，那个就比较今年运气不好。油就是鸡的意思，还有锥，锥也是鸡的意思啊。锥，在古字当中有没有羽毛的羽？欢，欢，啊什么熊的？你也知道吗？是什么这样？什么熊对不对？不是熊。类似，类似，因为瓜哥都是用那个的。张飞跟关羽还有酋长。对，只要有这样的字叫做相破。今年血光官司都要注意，相破。那这时候要注意到，我们社会新闻已经印证了很多事情，确实这样子。有相关字的名字的人要注意到，因为代表血光，血光代表我们说最有关联的是厕所跟厨房。哦，如果这时候厨房摆设不好，厕所过于阴暗，或杂物垃圾横生，赶紧看了这集之后整理一下。好，该打的光，该整理的盆栽处理一下。盐灯放厨房，黄金阁。往厕所净化我们的气场。什么是盐灯啊？就是要加盐巴的灯。怎么了吗？就是有一颗外面在卖一整颗啊，玫瑰橘色的，橘色红红的，然后里面是插电可以点，然后它会有一些能量，好像石头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规则，它要24小时都点，要点在，把它融掉。对啊，这就是相关的要注意的部分。这些相关的衍生下来很多的姓名有关的，赶快抄下来哦。还有半年的时间，赶快做预防哦。那这一间其实跟刚刚那间的门开不一样，差很多啊。亮哥，摆设是一样的啊。门开的方向对，门就门不一样而已。对呀，差很多啊。坐在这边的工作有没有？有点背后来，背着来的啦。莫名的走道跟背门，专注力不够，你看。哦，真的。只是因为门不一样而已。哦，因为门开在这里，这边就变走道。对，刚刚门是开在前面，所以其实不会影响它，等于是背有靠。对，所以这个情况之下，专注力不够，劳而无功。哎，讲得太好了。坐两下就跳起来了，该坐不下去了。对啊，你看电脑还开到一半，人不知道。对。是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要进。对，我叫他去买。哦，是这样。叫他去买饮料。不是他人不好，这个工作上发挥能力。他非常认真。他去买饮料，可是他没有带钱包哎。所以他专注力不够。对，专注力太差了。对啊。顾左思右。对。有时候讲一讲就恍神了，会忘记。很多事情要交代两次。两次到三次。对对。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盆栽并没有救他。所以那老师，是吗？盆栽越种越惨，也没有放那个哎。对对对，本来绝对不可能只有三片的，越种越少。聚宝盆也来了，他也很用心啊，我说很用心啊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他也是一心想要向好。对，就是他的座位出了问题。那老师，你会建议他怎么摆？如果这个桌子没那么大的话，就靠过来坐这里，面向门也可以考虑。老师，那他可以整组这样子做吗？内行。所以主持人不是当讲的，完全破解老师的这个，就整个转过去，转过来坐这里。对对，至少左青龙洞后有靠，不会左顾右盼。
那他还是算有财位吧？这间工作室的财位是旺到不得了。那他一样也是要挂山水画吗？如果能够的话是更好。我这样问好了，就像路易斯，他大部分都是长这样，因为他都要放隔音板嘛。对。所以是否路易斯都有财位啊？对啊，录音室通常以格局来看的话，是财位很多的。哦，因为他不可能。但是有一种录音室，它是有窗子的。有一种录音室都有隔音窗的，那就没有财位了。那后面两面不是还是有？对，有的录音室是三面都是隔音玻璃的，那就没有财位了。对。好，那这个你打算要怎么辞掉他呢？把他桌子转一下，对。桌子转一个，一定要就把门锁起来。没有，不然把他桌子搬到走廊去，让他坐外面。才不好往回来。好啦，这也都是员工，也是费心的啦。对，换个方向，再给他时间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再给他一点机会。座位被门，让员工绩效不好也不能怪他。身为老板，应该要挺身而出，最好将工作桌转180度，以提升专注力。而姓名跟鸡有关的人，例如欢、熊、雨、飞、飞、晴，在马年亦有血光，这时就要避免厨房和厕所阴暗脏乱。而我们也可以在厨房摆盐灯，或是在厕所摆黄金葛，以消除晦气哦。他自己都烂得要死，然后就讲人工，搞不好。对，我希望他们努力工作，这样我们才有看你们，我们才有时间去思考。老师那天就知道他是真的有实力，还是靠运气。嘎拱哎！我来看一下你的，看看我这间了啊，要看你这一间了啦。老师，这间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哦，请你参考一下，好吧？进来打完之后，我觉得你的比他们大是 OK 的。那老板当然要大气啊！哎，这间的有，所以你平常做这个还是？我其实工作在，我有两张桌子啦，我做音乐在这张桌子，然后我办公会在那张桌子，所以是同一个。但是对，但是我只有一张椅子。对，同一个椅子这样，对，才不会占空。然后这边是我的沙发，床嘛。那这个是有一个床，我平常会收起来，那睡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累的时候，累就是你确定是老板吗？你确定老板？对，累的时候还是在那边。确定是老板？是啊，像接待员的工作。对，你这个就像保全或是那个，因为刚好一进来，登记室，登记室，登记签名一下，这样子吗？麻烦换个证件。不会啊，我门可以关起来啊，打开还是一样，就保全。保全也不好啦，就你的老板看门的就是。老板的座位竟然比员工的在前面。对呀，对，我们现在带头冲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是这样。就叫门冲，这样啊，好不好？门冲，为门冲了吗？后无靠，犯小人，知道吗？老师，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简单让我们工作顺利一点？简单来说哈，有舍有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建议他的这个办公桌有没有？理论上他都会敞开，对，放这里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就这样，溶洞后有依靠，前面放个沙发椅，把沙发移到那边，沙发移到这，那么这就是非常符合风水开运的一个摆设。正好那一张呢，对，有舍有得吧，好放来，有舍有得，好不好？不一定要放两张桌子。第二个，老师我不想动这么大的改变，这个往后拉，这个拿到旁边放，这里坐在这里，后有靠，左右逢源，那么这边接待宾客也 OK， 这边多的位置还是继续放着床，很好啊，就是小小的搬动一下，其实这个卦象是不一样，所以把它往后移一下，在这里，对，那么也造成一个门前门后开阔，那么也代表走到嘛，代表人气旺的意思。那我这里平常不会有人走过来啊，它是一个卦象，是让它风水。对，门一开就是这个是东西。对，平常没有人走过来，是有鬼走过来吗？对啊，都是会有人。平常没有过路客啊，他有就没有过路客。亮哥有执着，我必须把他的观念调整。所以说老师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气可以畅通，对，就是。但是荒商量老师，你荒商量，荒大哥，荒老师，你好像有在重视一些风水耶。其实是有，这里有一个金鸡耶。对，这个是我的这个。怎么讲？就是说我的学生去请过来的，帮你修金鸡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每天要帮他换水这样，对，所以每次我写歌写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换水。可是金鸡不是不能放太高吗？通常金鸡鸡要啄米啊，要向外，第二个金鸡代表我们所说的就是
放财位，也 OK。是财位。第三个换水换米是说供它的意思，用米香啦、水的方式来净化，都是非常加分的。OK， 所以鸡放在这里可以吗？放对地方，这位置是对的，位置对的，绝对正确的。那很厉害啊！对，被我蒙到了。也是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放，对，而且还可以拉起帘子，整个藏起来耶。而且它还要打灯呢，打灯的，重视哦。那这样可以吗？哦，非常好。这间就是换一下，你看后面，你看后面，哇，你看那个。哎，可是他得很多奖，而且你看那个柜子上面一格一格的，就是要放。没有，其实还有一些空格，还有一些空格是有空间。今天晚上就可以再放一个了嘛？小唐卡，对，这边我有。这边有放了这个黄财神跟哦，财宝天王，对，财宝天王很棒哦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，因为上次帮仁波切有一位仁波切录音，然后他随手送我们的。哦，这个是，这只是印刷品，复制影印的。对对，以你的身价，难道不能请一个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老师最讨厌复制影印的。哦，这样子吗？最讨厌。老师难道说你是歌王哎？金曲歌王用复制？难道说你有？他看到这些影印的唐卡，他整个他是蓝色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还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找这种？对啊，真的是蓝色。应该要找这种真正手绘。你没有，你跟我借嘛，我一句话嘛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有吗？借这种东西有在借的吗？这种东西不是就给，然后就结缘吗？对。你不是不是这样讲？借他放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看，你借我看看。对呀。哎呦，哎。开玩笑，屁股这看起来不太一样啊。老师从屁股里面抽出两张画来哈。哇。何种精致唐卡让众人大吃一惊呢？笑，不是看起来不太一样啊。老师从屁股里面抽出两张画来，好，哇，这个好。由此一说，好不好？释迦牟尼佛在道场宣扬弘扬佛法的时候，周遭有妖魔鬼怪来扰乱这个磁场，于是财宝天王或者黄财神就用他的去挡这个火焰，于是呢，释迦牟尼佛说他就是管世间钱财的神。所以说财宝天王或黄财神，他骑这个什么神兽啦，哦，带这个伞啦，哈，都是趋吉避凶的。还有鹿，代表鹿，代表扣扣的意思。这个我们说这个开运节啦，吉祥海啦，整个图腾都是完全用手绘出来的。它其实就是光木天。哎，他已经拿图钉过来要定了，刚好我这有图钉啊，老师。定哪边？哪个位置？这一切安排真是太巧了。他这是千里眼的化身。要定哪边？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借他定没有关系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第二个，如果说你不是要求财的话，很多人会拜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好到不得了啊！那有好的位置来安放释迦牟尼佛，也是不得了的好，知道吗？对啊。那我是像这个，是是是，这样子直接哎，后面还有手印哎。对，这是仁波切有加持，他们加持过的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借他来挂一下吧，来，来，老师来帮我破解。钉下去没有关系吗？对，没有问题啊。哦，老师挂没问题，好不好？老师够高吗？来来来，好伤人哦。怎么伤人？这从小听到大。哦，好了，那也够高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挂那么高？好，来，有没有正调一下？好像，左右看一下，看左右。现在脖那边要再上去，对，这边要高一点。所以老师定这个要定在哪个方位是要？哎，老师，我少一根图钉，你就扶着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扶着。到这个颁奖给你结束以后啊，对，老师麻烦你了，再回来看字卡了。好，可以找一下。这螺丝钉啊，等一下。最后一项是讲到的是感情，来看看。我来扶好。那老师，你必须讲解。那些金曲歌王，是这样，就是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来，就是吐嘛哈。对，我来讲这个不难哈。哎，掉了掉了，老师小心。还有哪些名字？老师你不怕哈？是，哪些字的？就是哎，青字，木，鸳，鸯，刘，跟兔是相破。名字没有这个兔相形的字，这是卯，对不对？这是卯，这是冤枉的冤，啊，仰慕的仰，对不对？保留的留，包括这个姓刘的，不要介意好不好？所以今年来说感情比较不顺，没有人天天年年感情很顺的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要稍微保留一下，不要冲动，不要恶言相向，多包容会化解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以卧室
因为谈到感情就谈到卧室，那卧室代表夫妻的爱爱，子女代表那个关系，哦，炒饭关系，怎么子女关系？子女啊，炒饭关系才会有子女啊，对呀对呀对呀，那么放百合啦，或是一些放一些书籍，增加书香、花香、果香，提升整个气场，再净化一下是非常加分，能够破解姓名学在流年上的一个苦难。好，人有七情六欲，总是困扰着感情。在马年姓名跟兔相关的人，例如青、卯、鸳、养、刘、刘，就要特别注意，容易和别人撕破脸。化解的方式很简单，只要在房间摆放百合或是书，就可以拉近对方的距离啦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录音室。哎，你们灯画很漂亮哎。对啊，这是蒙娜丽莎的傻笑吗？对，它会动的。哎，放我们进去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隔音是不得了了啊！你都完全没有听到我们讲的什么吗？有啊，什么蒙娜丽莎傻笑？怎么这么清楚？哎，它要隔两层门的话。隔两层门。OK OK。来来来，看一下。这间是最大的录音室。哇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酒吧啊！对，这是有一个酒吧，对。对对对，哇，好气派哦！这个就是，它一个好的录音室要有一个好的沙发，对，舒服的沙发，那最好还有一点这个休闲娱乐的，是，已经是这样子，那有没有办法让它再更好？是不是说就都不动？开运物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的？进来没？我跟你讲，只要在那边录，老师，我问你，如果我们在里面摆盆栽，适不适合呢？你这里的环境根本就没有光源，除非要一直不停的打灯光。但我们空气是很流通。对，所以打灯光的话，放盆栽其实是非常加分的，因为你这里面都完全就是工作，工作还是工作。对对，比较人文的那种元素比较少一点。我一直想说放个大盆栽，大盆栽之类的。对，可以哈。光线不能停，一直照，水还有空气。那么会使这边更旺，来设计一下。我那个唐卡，你好好的把它顾好就好了。啊，是啊，还惦记这个唐卡，你小心，等一下他会把它拿走。对，那里面那个也就没办法怎么改了。对啦，因为录音室就是简单而已，把这个器材设备做好。现在几点了？哦，已经节目接近尾声了。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就是不知道是该骂詹老师还是该感谢他。是，很想扁你已经结束了。的这种方式，对对对，我们一切还是感谢老师。对，当然这节目是提前录的嘛，对，那还是祝福你，谢谢，一路被看好，然后呢顺利的得到这个金曲奖。